Hello，大家好久不见啊！我终于考完试了，现在有时间来录视频了。我现在在公交车上，坐车去打义工。义工的地方离这儿要坐1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是早上8:22，也没有很亮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在公交车上，所以杂音可能会比较大。我戴一个耳机，希望能稍微帮助一点。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去做 workshop 和去 Daiso，我要去 Daiso 买一些装饼干的袋子，顺便带你们去看看温哥华的 Daiso 是什么样的，里面有2层呢。哎，大家，现在到地铁站了，我一会儿要坐地天车去 Aberdeen Center，里面有 Daiso。然后现在在等天车，还有大概2、3分钟才来。就是 Daiso，这是第二层。Daiso 从去年1月份、2月份的时候改名叫欧某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名。先来观赏一下 Daiso 的2楼，满满的全是货架，还以为只需要3分钟就能全部拍完，结果需要6分多，还只是随意的录了一下。Daiso 有很多化妆品，眼线、眉笔啥都有。我惊奇的在这里发现了 Kiss Me 的眼线笔。这也太方便了吧，就是价格没有那么美好。Daiso 著名的双眼皮贴，我正在用的就是这款，还有各种款式任君挑选。一整圈的化妆棉和海绵，4刀一大盒。各种头绳、发卡、头箍，还有包包。看起来很像装饭盒的，还有各种毛巾和雨伞。文具也是有很多种，非常像我初中的时候会买的。各种各样的文件夹，看的真的是眼花缭乱。也有很多生活用品，像计算器之类的。猜我看到了什么？这闹铃好小哦。还有各种的收纳盒、桶和盆子。到了厨房用品的地方，打蛋器、刀、开罐器、蒸食物的盘、勺子、叉子，各种各样、容量不一的量杯，炒菜用的铲子和勺子，不同材质的基本上都有，还有筛网，用来装甜品的盒子，很多很好看的。到了 cookie cutter 的地方了。也是我今天要来买的目的。看了看新型的，还有姜饼人的，但是都不是很理想的 cutter， 还有很小很小的吐司形状的。这是用来做小蛋糕的硅胶垫，还有一次性蛋糕底。到了我最喜欢的烘焙用品了，有很多很多装小蛋糕的盒子，有一次性的、纸质的、锡纸包的，还有裱花袋、裱花嘴，很像报纸的 wax paper， 可以用来包装食品。
有很多颜色和很多形状用来做巧克力的硅胶模具，还有很多烤盘，但是价格没有很便宜。木质的锅铲、勺子，还有各种马克杯、盘子和罐子，这些只是 Daiso 的冰山一角。空的喷雾瓶和分装瓶大部分都是两道，很多厕所用品我也没怎么拍。这里还有按摩用品，还有暖宝宝，我曾经在这里买过退烧贴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。我买过这个防止头发堵下水道的东西，用起来还不错。这里有衣架、拖把、扫帚，还有用来调节生活情趣的假花，各种各样的枕头。终于绕完一大半了，二楼还剩下这一整个角没有拍。这整个角落都是关于包装物品的，像小珠子、拉花、包装袋都有。我绕过来才看到这里卖的零食真的好多啊，各种饮料，各种零食，竟然还有方便面，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在 Daiso 见到。染发剂竟然都有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攻一楼，然后我就发现一楼装修了，只剩下一半可以拍了。不过这一半也是挺多的，全是关于圣诞的，节日气氛很浓重。我看到了好多可以装饼干的盒子，好可爱呀，但是也好贵呀。我在这里竟然找到了我心目中的 cookie cutter， 没错，就是那个有圣诞树、姜饼人和雪花的，还有圣诞老人的衣服、帽子、纸杯、篮子。好多小的圣诞树呀，还有很多装饼干的盒子、装酒的袋子，还有送礼的袋子。我买了 cookie cutter 和装饼干的袋子，大家期待一下我下一支影片吧。这期带大家看 Daiso 的视频到这里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要回家啦。大家回来了，外面突然下雨了，这说明天黑得很快，要赶紧做蛋糕了。那我今天就不多说了，咱们下支影片见。